枣庄是鲁南门户城市，南北交通咽喉之一，处于京沪铁路大动脉与陇海铁路大动脉的中间位置，城市发展之滥觞，灵魂建筑之集成，文化照造之沃土，英才驰骋之舞台。山东瑞星阻燃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，注册资金3.6亿元，立足山东省枣庄市翼城区峨山工业园，毗邻京沪高速、京台高速、京杭运河等，交通便利，物流便捷。山东瑞星阻燃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磷酸酯系列阻燃剂、润滑油抗磨剂、聚氨酯阻燃剂的生产销售厂家，产品广泛适用于电子、电器、塑料、橡胶、合成材料、涂料、聚氨酯、树脂、润滑油脂、添加剂等工业领域。公司主营产品磷酸酯阻燃剂、磷酸三甲苯酯 TCP、 磷酸三二甲苯酯 TXP、 异丙基化磷酸三苯酯 IPPP、 磷酸甲苯二苯酯 CDP、 润滑油添加剂、挤压抗磨剂 T304、 T306、 T307、 T323、 T399。 产品通过 ISO9001、 ISO14001、 OHSAS18001、 REACH、 ROHS 信用等级等相关产品技术认证。公司占地4万平方米，拥有6000平米生产车间，配备支化、蒸馏、过滤、灌装等自动化生产设备。公司以安全生产为第一要务，以产品质量为企业命脉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，遵守各岗位操作规程。从个人到班组，每日总结已成为瑞星对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的基本责任。公司本着追求员工、技术、精神、利益的十字宗旨，现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化验技术队伍，配备高精密现代化实验室，从原料入场到产品销售，确保每一滴产品都能更好地服务客户。目前市场成长迅速，山东、浙江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、江西、云南等省份市场发展快速。5年的发展历程，公司始终坚持创新、品质、服务、节约、敬业、感恩的12-4理念，吸收创新意，严把质量关，全方位的服务跟踪，坚持做出高品质产品。我们以质量为生命，时间为信誉，价格为竞争力的经营信念，立足于神州大地，愿今后的5年、10年与您携手并进，共创辉煌。